故障手机也不走。OK，就是这些。OK，就是这么多手机，那我们今天就要一个一个把这些手机。OK，那就 OK，有这些 OK，就是这些东西呀。那我们有 OK，那就是这些手机啦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把所有的电池全部拔出来就对了。那我们看这边比较旧的手机，好像电池应该……那我看这边已经……那看这些比较旧的手机，这些电池应该都是还蛮容易拿出来，像是这个已经电池是可以拆卸式的，所以就早就被拿出来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这个也是吧，这个也是 Sony 的，这是 Sony 超级。那这只是 Sony 超级古老的手机，你看上面还有 Sony Ericsson 的 logo 哎，啊，这个也是可以拆卸式的电池啊，所以就整个也被拆掉，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。那这只是 Samsung Galaxy Two 吧？那这只是 Samsung Galaxy Two 吧？这是 Samsung Galaxy，不知道是多少。那这只是 Samsung Galaxy 多少？那这只是 Samsung 的 Galaxy Two 吧？那这只是 Samsung 的 Galaxy Two 吧？那这只是 Samsung 的 Galaxy Two，应该是。那这只是 Samsung 的 Galaxy Two，应该是吧？那它也是可以掀开盖子，然后把电池拿走，所以这些老手机都没有什么大问题，电池都已经被拿走了。那这只是什么 Sharp 的什么鬼？